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至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台中慈院胸腔内科暨睡眠医学中心邱国良医师。今天在现场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有关于心脏的疾病。心脏对人体是相当重要的，它像马达一样，把我们的血液输送到我们的身体的四方，让我们维持生命。我们常见的一些心脏的疾病，像心肌梗塞、心脏衰竭、心律不整等等。那有一类的心脏疾病是属于瓣膜性心脏病，所以心脏今天我们在现场高兴邀请到了台中慈院心脏外科于龙明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心脏瓣膜的一些疾病。那欢迎于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全球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慈院心脏外科主任于龙明医师。好，于是等一下再请你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有关于心脏瓣膜的疾病。那首先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为观众朋友接call in的团队。我们今天有神经外科江培业医师、泌尿科谢登富医师、疼痛科陈聪荣医师、肾脏内科马宏环医师、家庭医学部蔡恩林医师以及麻醉科苏宏泰医师。那如果观众朋友有任何医疗上专业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专线电话04-2536-2377。好，于主任，欢迎你来到现场哈。那首先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有关于心脏瓣膜的疾病，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让观众朋友了解一下。去倒困中倒了后，闭起来，人就消化无啥拄好啊，心脏安尼咳咳菜，我啊阵拢顿顿安尼食，一个月摕一届个，迄阵都食都无感觉个安怎，到二啊才出来，但有一种百几啊届拢用要昏去个呢。80岁的林老先生最近两年常常在睡梦中因为胸口闷痛而醒过来，原以为是常年高血压以及年纪大所造成的不适，直到2011年8月，林老先生因为血压飙高、心悸、全身盗汗，被家人送到台中慈院急诊就医。医生就说要去做详细的检查，然后一检查之后才发现到说是心脏瓣膜的问题。我们的心脏是一个中空的肌肉器官，分为左右两边，每边上为心房，下为心室，心房跟心室之间以及心室跟动脉之间都有瓣膜隔开，而心脏瓣膜的正常运转决定了心脏功能的发挥。因此当瓣膜功能异常时，不论瓣膜闭锁不全所造成的心脏扩大或是狭窄所造成的心脏肥大，如果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都会造成心脏衰竭。而林老先生的主动脉瓣膜因为退化而出现闭锁不全，造成血液逆流，才会产生呼吸困难、胸闷、胸痛等不适的症状，此时就必须透过外科手术来治疗。医师跟我们讲说，以我爸身体状况的话都还蛮不错的，血管各方面身体状况都还蛮不错，开刀成功几率蛮高的啊。假如说不开刀，就大概只能维持2年的生命。那时候我们就是决定还是开刀。心脏外科于荣敏医师评估林老先生的年龄、病史、生活史以及自我照顾能力，最后建议林老先生接受心脏主动脉生物性瓣膜置换手术。8号背后，跟你有好些吗？就出手术到今嘛吼，无什么问题出来。这实在是先生功劳，跟这小姐功劳。那这份我们觉得说很感谢这一次那个医师，他们真的是帮助我们很大，因为要不然的话，我爸之前真的是为了我爸那种高血压高这个问题，他送急诊什么，哇，真是好麻烦好麻烦，而且压力很大。说实在话，老人家这么大了，突然间说血压飙那么高，不知道哪时候要会发生什么事，说压力真的减轻好多好多。术后经过调养生息，林老先生不仅恢复元气，也找回生活的行动力。看着父亲重拾健康，家属对医疗团队有无限的感恩。首先，是不是先请于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林老先生来的时候的状况？是的，主持人，这个林老先生来的时候，那时候他情况是相当的喘，他
不论是这个平常走路啊，或者是他这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都因为这个胸闷喘，睡到一半就惊醒过来。同时呢，他也来的时候，这个高血压一直反复的服药都没办法控制出来，所以而且他常常都有伴随着这个心律不整，他常常觉得会心脏会莫名其妙的这个心悸，就心跳突然跳一下，少跳一下，多跳一下，让他觉得常常觉得非常困扰。是，他一想日常生活，一想到他一般日常生活的这个作息，像这么严重的问题，其实是来自于所谓的心脏瓣膜的疾病。那是不是先请于主任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心脏瓣膜？是，这个我们可以用这张图来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心脏，我们知道心脏就是一个中空的器官哈，它包含有两个心房跟两个心室，那么分别我们叫做左心房跟左心室哈。那么全身血又回来到心脏的时候，是先进入这个右心房，然后再经过右心室打出到肺动脉以后，经过肺部循环以后，再流回到左心房，再经过二尖瓣的时候流到左心室，左心室以后再打出血液到主动脉瓣。那我们瓣膜的功能，这个四个瓣膜的功能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血液逆流。其实瓣膜基本上就是像一个门哈，就像我们的门或者一个窗户一样，它是让这个血液只有单方面的流向，让血液打出去后不会防止它的逆流回来。这个心脏瓣膜主要是这个功能是在这里。是。那所谓的心脏瓣膜闭锁不全，好像林老先生这种主动脉瓣闭锁不全，它的症状有哪些呢？这症状主要是以心脏衰竭的一些症状来表现。那么心脏衰竭的一些症状，刚刚除了我刚才讲的一些这个呼吸会喘啊，就睡觉要睡得躺下平躺，没办法平躺，没办法这个工作啊，走路稍微爬一层楼梯就突然就喘起来，还有就是刚刚讲的一些这个心律不整的现象，他觉得心悸了哈。那么如果就这个图来讲的话哈，我们也许我们用这张图可以更容易来表示了哈。那么这张图来讲哈，正常的心脏的瓣膜主动脉是从这个左心室到这个主动脉之间的这个瓣膜叫做主动脉瓣啊。那么正常来讲，这个心脏打出去以后，这个瓣膜应该要关合，应该闭合，像这个图一样，就闭合得很完整、很完全、很完全。那么如果它一旦因为这个，就像我们门这个关不紧一样，门关不紧，它这关不紧，要打出去血来，它又会反复的又会流回这个原来的左心室的地方，这样子反反复复累积起来，这所谓心脏会慢慢的越变越大，最后造成这个心脏扩大而造成肺充血、肺积血，等等会造成一些心脏衰竭的一些现象就会跑出来。是，那一般会造成主动脉闭锁不全有哪些原因呢？主动脉不锁的原因，这个在一般比较年轻人来讲，大概最常见的大概就是所谓的感染了，像一些风湿热啊，再就有一些像一些心内膜炎，像一些感染到一些心内膜，一些细菌寄生在这个瓣膜，造成瓣膜的破坏，造成它逆流。但是随着现在这个老化社会没办法这个一直产生哈，一个年纪社会这个年龄阶层的老化现象，反而是现在在一些年纪比较大老年人身上，反而是这个退化性的一些主动脉瓣的逆流反而是更常见。是，刚刚于主任有提到年轻跟年老，所以哪些年龄层比较容易发生这个主动脉闭锁不全呢？像在年老方面的话，大家都是在发生在六七十岁以上的这个年纪大的病人啊。当他有一些可能的一些因子会产生了哈，像这个所谓的这个高血压，像这个林先生他就有高血压，另外抽烟啊，或者是高血脂症啊，或者是糖尿病啊，这个大家都是有可能他造成他这主动脉闭锁不全啊，这主动脉瓣功能不好的原因之一。那么年轻人上面的话，就是刚讲的这些感染、风湿热，或者一些细菌性感染以外嘞，那就是还有就是像这个一些遗传性的结缔性组织的，好像麻烦氏症候群啊的这些病人，但有可能会产生主动脉逆流。是。再来还有一个就是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是。并发症，像这个主动脉剥离。是。那主动脉剥离如果一旦剥离到主动脉瓣的话，就会造成急性的主动脉瓣逆流，这时候也需要紧急手术做治疗。所以一般主动脉闭锁不全的治疗方式有哪些呢？当然啦，如果在
一开始症状不是那么轻微，心脏还没有扩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服用一些药物哈，像一些强心剂啊，帮助像毛地黄之类的，帮助他心脏收缩，让他心脏功能变好。那么再来可以用一些利尿剂。我们知道这个血液逆流回来以后会造成这个左心室的扩大。我们也使用一些利尿剂，可以把这个让身体的这个心脏负荷不会那么大。是。另外对。针对他心律不整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心律不整的药物来帮助他。那林先生是做手术治疗嘛？哈，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做手术呢？对，从这个手术的失忆症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一旦发现到这个病人像林先生这样有这个症状产生出来了，这就表示说我们心脏已经没办法负荷他现在身体所需要的要求了。那这时候呢，因为林先生他已经服药有一段时间了。那如果连药物都没有办法控制的话，这时候就是我们外科应该介入的时间了。一般来讲，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些心脏衰竭的一些症状，像他喘、爬楼梯或者走路、睡觉会喘，有这些症状出来的话，就要考虑。另外一些客观的条件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如果发现他，我们可以做一些检查哈、像这个 X 光片，你看到他有心脏有肥大、有扩大的现象。啊，另外心电图你也看到了，它波形会有心室、心房，就是心室的扩大。是。那另外超音波。是。刚刚提到了说林先生他是手术用换人工瓣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瓣膜？有什么样的这个危险性？那后续应该怎么做这个保养？余主任是不是可以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生物性瓣膜主要是以猪或牛的瓣膜来做它的置换了。但它的好处是它不用服用抗凝血剂。像林先生他年纪比较大，而且有一些出血性胃溃疡、胃出血方面的疾病病史的话，我们会考虑他用生物性瓣膜帮他做治疗。是，那刚刚提到的是所谓的主动脉瓣闭锁不全的这种问题，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这个心脏瓣膜的一个疾病，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VCR 来了解一下。设定好跑步机，62岁的林先生开始热身。这样的体能在10个月前对林先生来说根本是奢求。啊，进前就是这两年，如果做激烈运动会喘，爬去三楼四楼会喘。啊，有人在喊因出去行哦。阮某甲阮囝拢行头前，他不知道我走得很慢。会喘啊，拢对袂到啊！我以前有精神，我家唔知影，所以发病起来，那手足无措，唔知影讲我的病是遮尔啊重，我唔知影，我嘛唔知影我有这个病。过去从事海产批发的林先生，因为工作向来烟酒不惧，2年前身体开始出现走路会喘、呼吸困难的症状。到医院检查之后，医师发现林先生有心杂音，于是开始服用降血压以及利尿剂等药物。2年来，林先生的症状时好时坏。2011年年初，更因为呼吸困难、心绞痛、下肢水肿，进出急诊室好几次，甚至被宣判没有药医。我一阵偌沮丧的，你知道？我想讲，我一生中，安尼形容讲掉入谷底吼，听这种说法，我嘛难以接受。2011年4月，在亲友转介之下，林先生来到台中慈院心脏内科蔡川中医师门诊就医。在了解林先生的症状跟病史之后，蔡医师在安排心导管检查，发现林先生的主动脉瓣膜已经严重狭窄。检查早来讲，我变膜也变去啊，钙化去啊。阿伯，你一定来手术啦，这走袂去，我是咧惊啊，我是会怕，因为我一想想我唔捌手术过，啊，佫何况讲这心脏啊。由于林先生的主动脉瓣膜环已经出现钙化，造成狭窄，使得心脏的血液无法顺利输送到全身，造成心肌缺血，以至于产生呼吸困难、心绞痛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造成猝死。在会诊心脏外科余荣敏医师之后，考量林先生的年龄，余医师建议他接受主动脉人工机械瓣膜置换术来抢救他的健康。有没有会积水？我没有，听起来很干净啊。小跑步，小跑步。已经跑了很快了。他们
个脚都要暖身，然后还要走的，对，走个十分钟，然后才跑的呢。真的累的话就休息，那不用勉强的。我有重生的感觉，你人呢破了一条大命哦，哪会感觉到？因为已经心脏衰竭、到呼吸衰竭，我都已经喘不开啊，已经就岔讲啊。底下救起来呢，哦，我感恩这两个医生，我说真的很好，太哇了。在历经生死关卡之后，林先生一改过去不良的生活习惯，积极配合医嘱，除了按时服药、定期回诊以外，并透过规律的运动、清淡的饮食来改善心脏的问题，这样才能不枉重拾新的人生。是不是先请那个余主任帮我们解释一下林先生当初来的一个状况怎么样呢？哦，林先生他来的时候，这个状况比刚才那位林先生是更危急了，因为他是属于主动脉狭窄哦。那么他来的时候，他等于说呼吸喘的已经相当厉害了，大概几乎都要坐轮椅了。那么之前来本院检查之前呢，他甚至在外院的时候，他甚至因为这个呼吸喘不过气来，甚至都住到加护病房插管了，用呼吸器了。这就严重的肺水肿，造成他这个整个呼吸困难。自己没办法呼吸了，住进加护病房插管做治疗。是，那刚刚提到的是主动脉瓣狭窄，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这跟我们刚才那个林先生主动脉逆流稍微不一样哈。这个主动脉狭窄，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图来解释一下哈。他讲过主动脉是在左心室跟主动脉之间的一个大门，等于说我们心室血打出去的一个门，好，就是我们大门一个前门一样。那么在这个门呢，如果是因为生锈卡住的话，就叫做打不开了，就叫做狭窄。好，那么狭窄当然有分它的程度了哈，分它程度严重的话，我们叫做最严重的我们当然叫做危急性主动脉狭窄哈。这个在医学上它在0.7平方公分以下的话，我们就叫做危急性主动脉狭窄。对，是。那么这个狭窄钙化的原因呢，它有很多种了。在林先生这方面来讲，他是属于风湿性的心脏病，导致他这个在之前在青少年时期有感染过风湿热，而造成瓣膜的破坏。那随着他年纪逐渐的增长以后，他瓣膜磨损的越来越厉害，而造成纤维化、造成硬化、造成钙化，造成整个这个开口的只剩下一点点。对。所以像这样子的病人，一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对，这个症状表现一般来讲，像刚才讲的心脏衰竭一个表现啊，像林先生他是因为这个急性的心脏衰竭造成肺积水、肺水肿没办法呼吸了，而造成插管。那么再来就是他会昏倒，病人常会觉得头晕，啊，甚至会昏倒，啊，再来这是因为这个狭窄以后造成他心输出量有限，他没办法供应他身体，没法血液没办法打到脑部的时候，他产病人常常头晕甚至昏倒。是，这是另外呢，就是它可能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心绞痛，这也是因为这个血液打出去的量不够。那相对来讲，这个在这种疾病的病人身上，心脏会相对肥大。他为了要克服他打出去的压力，所以他心脏会变得相当肥厚。那相对来讲，他那个打出去到主动脉的时候，血流量又不够。我们知道供应心脏的是冠状动脉，对，那么他导出去到冠状动脉的血流量不够，那再加上他心脏又变得相当肥厚，所以他会产生类似像心绞痛、胸闷、胸痛的这些症状。这种如果严重不治疗的话，会有什么严重的并发症吗？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像这个昏倒，或者是胸闷、胸痛，或者心脏衰竭这几个现象产生的话，如果没治疗的话，预期他这个生命周期会小于2年，而且他随时都有可能猝死，那是相当的严重哈。所以一般的民众如果说因为这样子来，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来确诊他是主动脉瓣的狭窄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基本的，像 X 光片的话，你可以看到心脏有相当的肥厚，做心电图也可以看到心电图上有心室肥厚的一些心电图的表征。再来，我们可以做这个心脏超音波，但是心脏超音波是比较
非低侵袭性没有什么风险的一些健脏的症状，所以可以做初步的筛检。你可以在心脏瓣膜上超音波上面就会看到这个心脏瓣膜有明显的钙化现象，而且呢我们在做一个心脏超音波的检查，我们可以看到它钙化现象，也可以来测量它的有血流的流速，测量它的压力差，好，测量它的压力差。通常我们压力差大于5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叫做危急性的主动脉狭窄。那么面积小于0.7平方公分以下的话，我们叫主动脉狭窄。那么再来，除了这个心脏超音波的以外，我们在评估它这个压力差的话，还有另外伴随着手术前的检查的话，我们势必要做心导管检查。是，对，那心导管检查，我们同时可以看出它的压力差。如果心室是这么高的话，是，它从心室把这心导管测量压力移到主动脉的时候，你看它压力差就差到这么高。是，在连先生的身上，这个压力差甚至高达将近100毫米汞柱。是是，就等于说是相当厉害的。所以后来连先生赶快做手术的治疗嘛，哈。是。那连先生的手术跟前面的林先生的手术有什么不一样呢？哦，这个连先生，他是主动脉狭窄，那我们主要做这个是把它做机械性的主动脉瓣膜置换，因为考虑到连先生他是相对的比较年轻，对，很年轻，而且预期他这个生命周期也会相当的长，是，因为基本上来讲，这个心脏手术，主动脉狭窄的手术以后的预后，他这个存活率就跟一般正常人几乎一样，是，他的治疗效果相当好。对，所以我们就考虑用机械性的瓣膜帮他做长久性的。那机械性的瓣膜在手术完之后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怎么延续它的一个治疗保养？是机械性瓣膜，但是跟我刚才讲的生物性瓣膜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要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血剂。服用抗凝血剂当然有它的好处跟它的缺点。那么好处来讲是它比较耐用哈，基本上机械性的瓣膜换了以后就可以保用终身哈，你只要没有特殊的变化，没有特殊的感染或者特殊的按期使用抗凝血剂的话，它就可以保用终身。是，对。那生物性瓣膜它会有这个它使用的年限，因为它到底是一个生物性的一个装置，它会有耗损的问题。是是。那一般手术完之后，这些病人他可以做运动吗？有什么日常生活要注意的事项？可以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哦，他其实这个手术完以后，他几乎就可以恢复到一般正常的生活了，因为基本上生活应该是都没有问题。是。那一般的运动呢？他一些爬山啊，或者是跑步啦、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做吗？我都可以做，只是说重点是要按时服药。是。按时服药，而且如果有做一些手术或者一些感冒的话，感冒或者一些发炎、一些肺炎啊，或者一些中耳炎啊。拔牙齿之类的话，都要投予适当的抗生素，来预防它这个置换瓣膜再产生发炎现象。是，好啊。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这个于主任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主动脉瓣，一个是闭锁不全，那一个是狭窄的问题，那还有介绍到手术，手术有一些生物瓣膜的手术，以及一些机械瓣膜的手术，各有优缺点嘛哈。不过很好的是，两位手术完之后，他的生活都能够恢复到跟正常的一模一样，那也可以做很好的一些运动啊这些的复健，生活恢复得很好。那感谢于主任的介绍，那感恩观众朋友的。